同于自信，一样天真，有教无类，乐学致远，扎根文化十余载，文史哲科融贯中西，通世古今。2016年，同乐把握本质，首创先语言文化后识字的革新理念，编写出版《海外中文教育的探索》，并设计教程开课了，同乐中文由此诞生。首创同乐语言学习法和同乐整体教育理论，开创语言学习与整体教育新天地，在理论创新与一线教学中实现全球十大首创，独此一家，遥遥领航。基于同乐整体教育理论，经过多年累积，编撰了60多本教材和书籍，科学安排课程，实践出真知。我然后知长短。同乐一期学生已经完成 L1 到 L8 的全部课程。与同乐共成长的孩子们现在情况如何呢？他们能够轻松应对中文考试、全球比赛，斩获大奖。他们享受中国文化，乐在其中，在不同领域开拓自己一番天地。历经8年大规模全流程教学后，同乐学子的中文综合实力与文化沉淀，震惊诸多国内中文老师。同乐学生能在有限的学习时间突破华裔中文学习天花板，让吾辈来创。同乐的孩子们究竟要学什么？趣味识字，字里藏意，官话辨字根，熟记音形意，提供智能识字工具辅助，使用创新高效识字模式，科学复习汉字，涵盖多套常用教材，支持自定义复习。5 4 2，数名双笔两样叠的。子初学以听觉，同乐听书教学，结合评书、典故、图文并茂，系统讲解。记之以业，人来鸟不惊，一去知到底。深入学习中国文化，3年收获近1000条短语。遨游山河，品鉴历史，享受文学，爱上中文。课文题材丰富多样，在阅读中学会做人做事，课后阅读也不再是难题。读百家经典，做东西南北中的文化交流使者。与爱同行，无问东西，乐于表达，口语流利。他巴望他的禾苗长快一点，然后呢，他张开手，里面居然是一枚普通的鱼蛋。举办众多文化活动，传递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价值观，让文化扎根于孩子的心田。支持文化传播，出版肖老师、王华老师的书画册，出版学生诗集，免费分发中国经典等等。积极参与热心公益，举办社区活动，回馈社会。例如参与同乐中文野餐会，体验趣味足球，参加爱心义跑，联手举办中文图书义卖会，让爱心传递。同乐众多学生荣获全美最高荣誉的义工服务奖，总统义工奖。同乐老师辛勤浇灌，匠心育人，感谢同乐历任老师的辛勤耕耘。
感恩一路相伴。感谢所有支持关心同乐发展的朋友们。同乐中文，传承中华文化，快乐汉语教育，卓越教学质量，打造国际中文精英的摇篮。